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88集。今天跟大家分享传世系列 Animus Universe 里头的汽车大师，这是前两天我去高雄梦时代的变形金刚的一个特卖会上面，然后有一位大陆的迷友郑荡波，他应该是小兄弟啊，我跟他呢已经在网络上呢已经认识了6年，然后这是他托我帮他代购了其中一款玩具，那他也很大方的说呢可以先借给我们做开箱，再次跟他说声万分的感激啦。那这一款汽车大师的话呢，其实推出也应该有3-4个礼拜了吧啊，它是先前这款 Optimus Prime 的头模的小改模啊，几乎只有改头雕而已，大部分的零件还是一样的。那直截了当的说，这款模具呢很优秀，甚至我建议你可以双入也没有关系，因为两者的头雕甚至是设定是南辕北辙啊，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双入的。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模具本身的优秀了把玩起来的话呢非常的有扎实的手感。那两者的话呢可以看到 OP 的分色还是比较丰富啊，红蓝灰，汽车大师的话呢几乎只有黑色跟紫色在某些角度你这样看起来的话，你看这个门板的侧边整个都是黑色啊。OP 的话呢还有一个线条的点缀，看上去的如果你真的只能二选一了啊，那我是觉得还是 OP 这一款可能会比较适合入。那汽车大师这一款的话呢，紫色的一个部件的话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虽然说 OP 有透明部件，但是呢它有的地方是黑，有的地方是水蓝色，而这款汽车大师的话呢真的是一路紫到底啊。那轮胎的滚动性呢也很好，做工的话呢跟 OP 的相比的话呢也没有任何的退步了啊。后面的武器的话呢我们把它取下来给各位看一下啊，其实呢我觉得武器挂上去可能还稍微好看一点啊，这样子放开来之后后面好像是感觉略微的空洞，甚至于说一个人物的脚板啊，这样子感觉似乎更加的明显，死角似乎是变多了啊，这武器放上去呢啊还是比较能够遮丑的，对不对？来，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这一款汽车大师的一个变形过程啊。武器的话呢把它从脚底给取下，然后脚底的话呢两侧可以翻开，翻开之后啊我们把这个腿的话呢有两侧这里给掰开，这个地方侧边还有一个你可以先把中间这里打开，然后呢侧边这里把它给我侧边掰开，它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斜斜角度一个凸跟凹，这里把它稍微要扭一下，因为它这个角度呢插进去之后的话呢它是有点刁钻的啊，你要打开的时候是有一个特殊角度，然后呢把这个腿的话呢就直接的这样子这个部件推过来卡住，然后呢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啊把它包覆过来到这边，好扣上去，然后呢脚底板这里双动关节把它给推到后方就行了。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推过来到这边，到这里扣上，然后呢往这里后面扣下去。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腰部呢这里往下推下来，它是有一个两个凸跟凹在这里扣进去，把它给转动180度。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车顶的部分呢这个地方稍微往上面挑一下，车顶的部分这里因为它扣上去之后非常非常的紧啊，车顶挑一下啊，整个给转开，转开之后的话呢这个手臂的话呢就可以从侧边这里往侧边这里有个锁扣，因为都黑的看得不是很清楚啊，给打开，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有个反光啊可能比较好看清楚。好，打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胳膊的话呢往侧边放下来的时候呢先把轮胎往外手臂这里先解锁开来之后，这片部件把它翻出来啊，手臂这个地方松开之后这里把它给翻开，翻开的目的呢是因为它折下来之后的话呢它的这个地方它这里有一个斜角度的这个凸，它要去扣进侧边啊，这里有一个紫色的一个洞，然后我稍微切一个比较亮的角度，从这个地方啊，这里有一个凸，这样斜一个角度把它给卡进去啊，都卡进去之后的话就是透过这个双动关节再把这个胸口给放下来，然后呢把它给合上。好，扣上去之后的话呢后面这里的话呢一样是有一个组合的，你看这里有两个紫色的凸啊，也是斜的一个角度，也是斜一个角度，一样要扣进去，这里有一个斜角度啊，在这个卡扣的话呢都是稍微设计上的话都是有一点点角度上的一个蛮刁钻的角度，各位要稍微去对一下。最后的话就是把手臂啊自然放下就可以了，那拳头的话呢从这里抠开，这个拳头这里翻出来的话呢也是比较偏紧的啊，如果觉得不顺手的话呢
使用刀具把它抠出来也是没有问题。那么当初在分享 OP 的模具的时候呢，我就对这一款的设计是抱有比较高度肯定的。那整个用胶啊、倒角的处理啊，还有一个手感变形的一个爽快度、关节的紧实度之类的啊，都是给予非常高分数的。而这一款汽车大师的话呢，在换了头雕之后，确实又给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这个头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很有卡通的感觉了啊！这个方方正正的这个头也实在是太有辨识度了。然后类似是胡子啊，那好像是呲牙咧嘴的感觉。眼睛的话呢是非常特殊的，应该是带点粉红的金属色吧啊，可能是他全身上上下最娘炮的一个配色了。那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一次的汽车大师我还是蛮推荐的，各个关节的紧实度啊、做工方面呢，我觉得并没有比 OP 的话呢要有一个退化。斧头的话呢是紫色的，他身上的紫色透明件刚刚也跟大家提过了，是使用的非常非常多的。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上下左右动啊没有问题，手臂的完全平举，360度的转动哦，很紧哦。二头肌啊也是偏紧的，手臂由于变形的关系呢，可以完全的折到正上方重叠。腰身的转动啊，这个卡住了，有种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住的一个感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手感啊。膝盖的话呢，也可以弯超过90度，脚踝啊，这个接地也是有的，脚底板非常非常的巨大。拳头呢也是可以转动的啊。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这个模具呢可能吧是近期 V 级的玩具里头呢非常非常优秀的一款啊，把玩起来啊还有变形的乐趣度都是很好的，人形跟车型的造型也是有戳在我的审美上面啊，非常非常的不赖。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